你好嘛，今日開始同你講英語一分鐘，今個禮拜全部講曬讀音問題。你睇下呢個字，響音係 ound， 即係 round、sound、pound、count 嗰個響音一樣。尾音咧係 ge， 即係 j 嗰個音，同 age、cage、page 尾音一樣，因此成個字咧係 lounge。lounge 名詞咧喺個舒適嘅房間，俾人閒坐嘅地方，稍有規模嘅酒店咧喺 lobby 嗰度都有個 lobby lounge。專俾人飲 cocktail 嘅地方咧，就係 cocktail lounge。lounge 動詞咧嚇，就係好寫意咁樣企喺度，或者係挨挨蹦蹦，我都唔好聽咧，就係無所事事。因此 ，a lounger 就係一副爛骨頭啦。香港好多人好中意將個 lounge 讀成 launch， 響音錯，尾音都錯埋。launch 可以解條船，你話約個 friend 去 lounge 飲酒，講咗 launch， 你估佢明唔明白？